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今天我买来了一条鸦片鱼，哇塞，看5斤多，咱们今天清蒸鸦片鱼。废话不多说，走。咱们给鱼改一下十字花刀，怎么改呢？葱姜丝撒上一点，料酒、盐，咱们上锅蒸20分钟。重新撒上葱丝，加入蒸鱼豉油，喜欢吃辣的可以撒上2个辣椒，然后淋上热油，完美。